把尽管是一个 A 牌小丑啊，囚徒该怎么牵制他呢？那做一个教学视频啊。首先，囚徒本身不是很怕小丑的，毕竟开局自带一个小垫垫啊，可以断他的句啊。但最好我们还是选择稍微安全的机子啊，这样可以断他第一个句啊。比如这里的双板，只要板子下得快啊，基本上必断他的句啊。OK， 看到他踩板了，我们直接转点啊。下面说一个很关键的细节啊，玩囚徒很容易被小丑骗小垫垫，那该怎么做呢？你们看我操作啊。这种情况下，身边有一个建筑物啊，基本上就不可能再被骗小垫垫了。这种放电断句啊是最安全的。当这个垫垫放完之后，那下面就看基本功了。OK， 他这里啊闪现开刀，那我们直接利用反弹加速啊拉开点位啊。到了此时啊，基本上就靠天意了，不过先知的鸟很给力啊。倒地的时候，这把小丑节奏已经裂开了。 OK 啊，密码机已经压好了，大副来救我。开门站这里啊，一般来说是可以直接让队友开机的，但我也怕小丑带了一刀斩，所以求稳起见，还是稍微等一下啊。 OK， 下面让你们看看庄园博尔特的速度啊，大心脏加双弹，快的飞起，好吧。然后你们还记得怎么放垫垫的吗？利用模型放垫垫，不会被骗。那你们看一下，最后再次逼出闪现，成功三跑。想学习六鬼的小伙伴们，记得点赞收藏本视频啊，再关注一下邵老师啊，我后期还会出更多的六鬼教学视频给大家的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